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啊，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啊，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雪碧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。是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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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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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石头困住你，喷不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它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
比是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，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，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，我赢了。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，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第99次实验开始。出击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！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怎么打不开了？救救我！这些植物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。
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高伟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恐龙化石一定就在附近，就是这里。哇，找到恐龙化石了！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！救命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被困在山洞里了，快救救我！猴子教授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哥哥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没错。调皮的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出发吧，挖掘机，调皮的挖掘机，向前冲，挖掘机，哐哐哐哐，挖掘机，挖掘机有力气，伸出长长的手臂，举起我的大铲子。
我们快出去吧。啊啊、小心、幸好大家都没事。可是出口被堵住了。这里的氧气越来越少了，我们必须快点出去。是时候升级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铁臂挖掘机。想挖豆腐，有趣又轻松。就是通想变魔术，请大声欢呼。全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走错了。再来一次吧。挖掘机手臂多，一二一二三，寻找出口挖呀挖，马上就到达。什么障碍都不怕，我有大铲子，嘿嘿，隧道挖呀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小意思小意思。啊，挖掘机呢？我在挖洞洞。啊，别挖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生日惊喜。今天是阿布的生日，我们要送他什么礼物呢？生日蛋糕。可算做好了，这一定是个大大的惊喜。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帮我们送蛋糕吧。好嘞。大力神跳车极速赛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哟吼。等等我们。谁是最快的超级汽车？当然是我，极速赛车。轰轰隆隆加速向前，极速赛车全力出动。这算什么？油门踩踩加大马力，转方向盘来个漂移，避开石头很容易，极速赛车世界第一。酷毙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谁是最强的超级汽车？当然是我，大吊车。咔咔咔咔，充满力量，大吊车无比强壮。长长的吊臂向上升起，大大的钩子紧紧抓住。搬走石头，清理道路，大力施压，没错，是我。哈哈，全部搞定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生日快乐。我喜欢这个生日惊喜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谢谢你们。并肩战斗。
作。哥哥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看，这里堆满了垃圾，没有人清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实在太臭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？哥哥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小事小事，别紧张，我们可以找超级汽车帮忙呀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分类垃圾车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姐妹们，轮到我们表现了，要加油啊！我们都是最能干的垃圾车，能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。没错没错。哼，你们停下。小绿，你要干什么？清理垃圾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能完成，你们不用去了。可是垃圾需要分类，你自己？我自己肯定没问题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，我也能做得很好。可是我们的分工不一样呀。而且垃圾那么多，要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干活了，不和你们说了。小绿是最棒的。我是湿垃圾车最能干的垃圾车。起来打扫吧。强升级。